大家好，我手上这台机器呢，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WinMax。这台机器的处理器是 i5-1035 机器，然后是16G 3373的很大的内存，还有512的 NVMe 的 SSD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测一下《怪物猎人世界》。这一款大家倾慕已久的，可以说半网游吧。让我们进入游戏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已经进入到游戏当中了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帧数。现在 GPU 的负载大概在90%多，CPU 在60%多。然后帧数大概在36、38，我们看一下选项。我们这张界面就不用管它，我们看一下显示帧，现在是中哦，现在是图形显示是中，我们先把调到低，然后低差12，但你可能看不大清楚。我把它调进，OK，1280×800，16:9，帧数60，垂直同步开，行。那现在这样，返回，好，现在 FPS 一下就上升到四十，对，40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。我这里有一个存档，我们就直接进自己的存档。好，由于现在。我这机子没电了，我接上电，可能温度会比平时稍微高一点。现在大概有70多度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低特效的加持下，那个我们的帧率大概能达到30以上啊。这是800P 的分辨率，对，这我没有改分辨率。然后离开那个集市之后呢，这个分辨率直线上升，飙到50多了。然后我们去外面去打一个怪看一看。这个读盘还是很快的，反正比我家笔记本要快。好，这里也是30多。你说我在没有做任何设置、没有做任何调整下，我就只是把总体的特效拉到了低，然后就可以轻松跑到30以上。去碰一个大型的怪试试。这个操作不太熟练，我平常都是用键鼠玩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也不是职业玩家，对不对？我记得这哪里有条，那个叫什么什么大尾巴狼。转一转，但从刚开始到现在，这个帧率一直没有下过，帧率没有下过30。
只能走不通。好吧，我迷路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走了。我在这转了个圈，还是沿这条路直着走吧。现在的 GPU 的那个负载大概在90%左右，98%左右，然后 CPU 的温度就停留在70度左右了。哎，对，就是它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不要吐槽我的操作啊！好，进入战斗之后，这个。进入战斗之后，这个帧率其实也并没有下降多少。哎，打两下他跑了。OK， 第一的那个特效我们就测到这里，我们看一下中的，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直接调，我试一下啊。似乎是调不了，哎，可以调，哎，可以调。我们调成中特效，是不是已经调成功了？来看一下，已经调成功，现在就是中特效，其他的我什么都没动啊。我们再去看一下。那其实我觉得中特效也是可以接受的，30多，但总体看起来跟低特效我觉得没有很大区别。据说这个东西可以闪瞎他的眼睛。整个战斗的帧率大概也是维持在30以上的，你说中特效其实也是没有很大问题吧？可能对于阎王龙那种满屏特效的那种怪可能会比较吃，哎呀，可能会比较吃机器性能点。哦。还好我的衣服比较厚，他好像不怎么打得动。哎呀，打晕了。可以看在那个中特效的加持下面呢，全程的战斗依然是在30帧以上。他触电了吗？哎，跑到我后面去了。好吧，我承认我打不过他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吧。再看下去也是你们来看我被虐菜。大家已经知道《怪物猎人世界》中特效和低特效。情况啊，什么？你还想看一下高特效 ？OK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高特效的。
画面细节设定我们调到高，现在是已经是高了吗？这是高特效吗？好像也没降多少啊，不过这个人看起来倒是舒服很多。对，这个人看起来倒是舒服很多，没有那么多毛毛边边的，而且这个特效场景看起来还不错。哎，那条龙好像跑了。好吧，有的网友说我们这个可能得退出去再设置一下，那我们退出去再设置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退出到标题画面了，我们来把它设置成网友口中说的退出去再调，这里是高对吧？没错吧 ？OK， 开始游戏，直接进入，寻找别人，不，我们建立自己的，设定完毕。开始，啊，我们就跳过这个啊，不用跳过了，直接就进来了。啊，高特效之后，在这个村子里面，这个地方确实会掉一些帧的，在二十只有二十多。跑上来就有三十多了。再进去看一看。OK， 高特效的下面呢，大概是二十来帧。但是在这个画面下，800P 的画面下，丝毫看不出来卡。我个人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，可能因为我不是高端玩家吧。好，这个就是高特效的画面。那么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开中特效就比较划算。然后当然如果你们对帧数有特别高的要求，我觉得低特效也还行。因为实际上低特效跟中特效在我看来并没有很大区别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有什么想测的游戏，请在下方踊跃留言，拜拜。